时候我是一个女孩子，然后也蛮年轻，二十几岁，然后又是中国人，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我进去是完全是白男人的一个世界里面，我要买个布都会笑我说我是中国人，我是 you know 一个小孩子，不要买中国人的东西这些。我记得有一次很困难，就是说我们的布我买错了，然后我的那个 competitor 还在笑我，不要觉得你是个 victim， 就是你是受害者。我说因为一有这个的话，你什么的眼你看到世界就会好像是有这个 lens 一样。我觉得你像我们今天带了很多我们的 board member 来，我们每一个我觉得我可以跟他们学的就是说都是 optimist， 就是说就是觉得很有信心，要然后会看到以后会更好。不是快乐的人感谢，而是感谢的人是快乐的。我们女孩子像我一样，我开始都觉得我有没有这个能力。我觉得我们女孩子应该有这个信心，因为每个人都还是都要走出来，然后我们是不见得全部的我们都有具备好，而是要有这个经验，然后才会慢慢累积这些经验。所以我是劝大家去走，去试试看，不要怕的做，因为我觉得最多的那个最多人家怕的是说去踏第一步，然后那个是需要勇敢，因为就像你去比赛一样，对不对？不是说你赢才是勇敢，而是踏那个第一步，你会不会赢还不会赢，那个是最大的那个需要勇敢，因为你不知道。然后我是希望大家有这个信心跟勇敢的去踏那一步。很多你可以去参加，认识很多人，然后你真的去做。像我在 UCLA 就是在 Daily Bruin 卖广告的，我是真正的一个 business， 我是真正的在到每个餐厅或者到什么stop， 然后真的去卖我们的那个 newspaper 的广告，然后这是真正的 business。不管你在 UCLA 做在 health 在 hospital 做事或者什么，这是真正的让小学生做真正的 business， 而且 scale 是真的很大。创业大概可以花多少钱吗？哦，我不记得，可能那个时候刚开始是10万块钱吧。10万块美金。